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基隆市长谢国梁合体同框市政交流，与基北青年创生团队在和平岛分享创业经验。所以我一开始我给我的策略就这样，先从小和平岛基隆开始，把它做出一定的高度跟标准的时候，创造自己的影响力，慢慢再去跟社区去劳动、去互动，甚至我刚刚说的未来十年内要打造整个和平岛66公顷的一个共好共荣的一个永续旅游岛。所以其实我们有我们的一个节奏跟目标去发展。基隆成功青创黄伟杰花10年时间将和平岛打造品牌，与社区互动共好。清美市金山漫游营运长赖嘉华推出金山物集，将在地商家串联，共创资讯平台。很多的传统产业跟农业，它透过体验经济，它可以大幅拉高它的附加价值，去创造它产业的延续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去把地方的很多的元素盘点出来，去成立一个共同的品牌，叫职人体验学院。那透过不同的职人体验呢，好，让地方的魅力、地方的特色可以被传递出去。和青年创生团队面对面的沟通，两位首长分享支持青年返乡、打造青年创业产业的理念。所以我经常希望我们青年企业好，除了倾听大家的声音，我们都希望推动公共式的参与。那公共式的参与里面，政府能够拿一些预算出来，来做参与式的预算，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。这个议题值得青年人去做，让他有信心，他愿意做。然后在整个信用贷款上，能够政府出来多担保一点，让他利率能少一点，让他创业这一条路不要因为资金的压力变得很辛苦，因为创业没有保证会成功的啦，创业没有保证会成功啊，在半路走不下去的也很多啊。所以今天各位有时候坐在这里是看到成功的人，但是当中还有很多人坚持没有办法下去，这里当中政府就要扮演随时把他拉一把的责任，因为时代环境被变化很快，产业变化很快。你如果跟不上一个脚步，就很容易就落后了。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地方创生的年轻朋友要常常聚在一起？因为有时候聚在一起，一个想法、一个点子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那我们会继续的来投入更多的一些资源，然后我们做一些更多的专案。那我们也很乐意听到大家的建议，因为其实青年朋友更清楚，青年朋友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政府是做一个辅助的政策。那一天的这个建议也是我们自己的青年朋友所建议，但是我们很快就把它做成了决议。好，所以我想说，就是我们都会积极的啊。我觉得，与其说自己以为说哦，我都知道青年朋友需要什么，这样绝对是不对的。不如好好的倾听青年朋友需要做什么，但是我们有能力把大家的意见整合成一个具体的政策，然后把它执行出去。像那一天觉得做的决议，我们现在就在执行了，所以未来可以跟青年朋友继续的交流，拟出具体的方案，然后去执行这个方案。北基青年在现场踊跃发问，谢国梁、侯友宜畅谈市政交流，听取青年改造产业经验，承诺将这些经验列为未来两市观光旅游发展的方向。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。